晚上好，晚上好呀。哎呀，我又忘记要在说一声，算了，大家说。我压根给忘了这茬了呢，我直接就开了，哎呦，我直接就开了，我给忘了说，我昨天还在说我要在房间里面提前说一声再开，然后我现在就忘。记性。晚上好，晚上好。嗨，谢大谢的糖葫芦呀，祝你今年发大财。晚上好，晚上好，你的论文怎么样了？晚上好。哈哈，哈哈。晚上好，我就是今天突然开始逛起了去，对，还在放，就是这点不好，你知道吗？就是能放鞭炮的地方，就是可能你早上还睡着觉呢，然后一阵噼里啪啦得起床，但是快乐呀，但是可以获得快乐，所以也还行吧。我现在在，我就是我觉得我好久没有买什么裙子了，我就想买点，就是说好不容易有点钱，要不想给自己买两条裙子穿穿，结果就是都没有找到好看的。压岁钱嘛，有一点点，就说想给自己买两条裙子看看吧。哎，没有。喂，你50？不行，不行，那是，那是什么呢？让我想想，反正我不干。晚上好，反正我不要。我不，哎呀，我在给自己找裙子穿呢。我真的，我觉得我没有什么能让我想买的裙子，为什么呀？这是为什么呀？是这两年就是大家创作有就是到瓶颈了吗？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喜欢的裙子我都觉得不好看？还是我有问题？已经贴钱，真的贴钱上班，我现在真的。哎，我今天还想说什么来着？我今天还想说啥来？哎，我给忘了，我只想的好好的，我想的好好的给忘了，我想说啥？哦，我跟你说，这两天我观望机票，它逐渐的在开始便宜了，就是我发现它开始便宜了，哎，这个绳儿有点那个，它开始。便宜那么100-200块钱了。果然还好我没有前几天买，我要是提前买了，我这几百块钱我都拿不到，我都亏进去了。我要再看看，反正也不是很想那么早的回去。我昨天贴的白条管用啊，我昨天起来上那么多次厕所一次没摔。
晚上好呀，冯姐。那很拽是吧？我就是昨天晚上起来上了好多次厕所，一次没摔。30再回，对，我30再回，我不想提前回去。我要享受满我最后的假期，然后回去，回去就该减肥上班了。退了一次票，扣你70。哦，还好还好。我想起来，我当时本来想退票重新买的，结果退票要300-400的那个，也不用提前回。他们好多人好像都提前回。我上了那么多次厕所吧，我喝了2杯奶茶，能不上厕所吗？好久不见，我喝了2杯奶茶了。哎呦！我深刻感受到，我确实有点圆了，好久，所以我就决定，我就下定决心回去减肥。为什么不是现在呢？因为现在还在假期，不想现在减肥。有点圆，确实，我就觉得感受到自己圆了。能清晰的感受到，不知道他们提前回来。明天晚安，明天见。懂，出现别的直播间去了是吧？再见。喊过当剪过，我回去肯定是要剪的，在这儿就不剪了。我说到你在上课，收到。没看到好看的，机票1500，还好1500算便宜的了，就是在经历了2000、2200的机票以后，我现在就觉得1500挺好的，很便宜。你来了，嗨！对，我就觉得在家就要好。这个衣服上的点是什么？这个衣服上的点是那个，我今天刷牙的时候不小心把牙膏溅上去了。挡一挡，挡一挡。还有，等你买一次2000多的机票，你就会觉得1500其实还好。切断了，不知道啊。晚上好，晚上好。反正，哎，这怎么还出了个裙子？800，我回家花了，2200多呢。所以我现在就已经到了，就是1500都觉得挺好的程度。就是什么让我觉得1500还好？是2000多的机票，买过5000多的，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买过2000多。哎，这个有点好看，这个有点好看。才是合适的。那得看距离呀，你加上打车是吧？哎，但是就是我已经到了，打车都就这个价格，打车都就都算便的那种。这个点个赞，感觉还不错，好看，送你，你送我，我不送。我那天还在讨论这个裙子呢，就是有一条，反正我觉得有点丑，算了，不放人家照片。我也喜欢粉粉的，把你放进去。联航那个座位，什么座位呀？寄给你，不给，我都没有。链接发你，你真给我买？那算了，我不剥削粉丝，我自己打拼。哇，这条有39厘米的耶，好喜欢这种短短的。
谢谢啊！我现在就是还没买机票，我到现在还没买票，我想再看看它能不能再便宜一点。我感觉它慢慢在降。后脑勺扁的，我爸特地给我睡的扁脑壳。我当时我说妈妈，你为什么要给我睡扁脑壳？他说就是扁的才好看。我当时我的心梗了，但是确实就是妈妈那一代，他们就会觉得扁脑壳很好看。每次我在家吧，我就会觉得，哎呀，每天穿洛丽塔真好。然后在上班的时候就，哎，好想穿裤子呀。嗨，可能再晚一点，大家都买机票。我去，真的吗？我在纠结纠结，我在观望观望，因为我真的我想买一个便宜点的机票，可以省一点钱。因为首先你让我坐30多个小时的火车，肯定对我来说不是很现实。哎，好喜欢这个，像水母。点个赞，点个赞，哎，嗨，都是看我在家我穿呀，我在家的时候我会穿，但是在公司就是懒得穿。其实好多裙子，感觉我都有类似的，对吧？真的不行，真的不行。记得拍，我真的很想拍好多照片，但是，哎呀，我想趁着我头发多去拍几套，多去拍几套洛丽塔。啊，嗨，1300极限了。那你怎么办呢？过两天再看，我也觉得，我说再看看吧，我再研究研究。哎呀，我自从染了头以后，我头发变少了，你知道吗？我头发都开始塌，我以前都不用弄它，我头发都是蓬蓬的。回白金拍，也只能回白金拍，回白金比较便宜，嘿嘿，在这拍比较的贵，哼哼。动物850，动物是什么？卧铺吗？多长时间？我主要是你知道吧，4个小时我就觉得特别煎熬。如果就是回家的话，回公司的话，想就是尽可能的晚出门，想尽可能的晚一点出门的那种，就是放假吧，我就归心似箭；你休假吧，我就想，就是哎呀，我的花衬衫，哎，这个衬衫配上我这个项链，像不像那个大金链子？大金链子小手表，那个就是那种大哥会有的打扮。谢谢小蓝猫的高级马卡龙，就是大哥今年保你平安，大哥今天上头有人，就是保你平安，保你发财。在家多对，就是我想在家多待好久好久好久，一天3顿小烧烤，就是我现在就是每天晚上都馋，但是我很撑，不想吃烧烤，想吃又不想吃的那种，你知道吗？晚上好，卧铺13个小时，哦，不行，去晚了要被扣工资，那我现在就是处于一个很纠结的阶段。就是我想晚一点离开我的家，但是呢，公司回晚了要扣钱。我现在处于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哎，这套好乖哦，有点乖，点个赞。
三十一上午，不知道他三十一有课，他说排课。天呐，我刚回去就要排课。告诉公司买不到票，然后公司说早去干什么？我说你早的时候在观望。上午6点到北京，然后我下午连着上课，然后被骂死。哎呀，看吧，在。我今天去看无名，我遇到一个男的在我旁边，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奶茶呀，他喝奶茶，他右边那个空明明是空着的，但他非要把那个奶茶放到他的左边，我就手那个手就没地方放，你知道吧？但是吧，这又是人家的自由，你就是哎，我又不能去干预，但是我又真的很烦，我真的想把手放在那里，然后他不仅把他的那个奶茶放在那儿，他要把他的手放在那个座位上，然后我的手就没地儿放，我就啊，我就，虽然我也知道吧，但是我特别想把奶茶扔掉，我知道这样做很没有素质，但是我当时我真的好想把他的奶茶扔掉，因为他右边明明是空着的，你知道吗？但他就喜欢把它放到左边，然后我面前放个，你会帮他喝完？我太恶心了，我不要，不要不要，神经病啊！然后他右边的，可能因为右边是他的熟人，他就欺负陌生人，就把他的奶茶非要放到我这边。然后我一开始想着我说，哎呀算了，他可能是一个左撇子。后来我发现就是他拿。他就是别着手的，他非得把那个奶茶放到这边，他不是左撇子。然后我就，对吧？啊，我今天看到那个，我觉得我自己可好看了。我觉得我已经欣赏自己美貌很多遍了，就是关博发的那个，我找找，BJ 搜索一下。BEJ48，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BJ48。我已经欣赏自己很久了。我是 BJ48 的周香，我是 BJ48 朱红荣，我是 BJ48 的王悦璇。祝大家初五大吉，恭喜发财，事业顺利，逢考必过，万事如意，年年有余，收入多多，一夜暴富。BJ48 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我已经欣赏自己很久了，我觉得我那天可好看，我觉得那天胖好看。哎，为什么我在镜面？没有啊，直播有镜面吧？我觉得自己可好看了，除了就是这个镜头，就是它可能那个有点变，然后显得我的脸是歪的，就是感觉我的脸是这样斜过去的。就是镜头，它站在边上就会有一点点的。知道为什么往中间站了吗？因为拍合照的时候，为什么要往前面站呢？因为为了让我们拍合照的时候镜头没有变，就是为了让拍合照的时候脸不会变形，很好笑，很乖巧。真真真的很高，好看也不好看。对，镜头边缘它就会变，所以我们当时刚出道的时候，staff。那个 staff 姐姐跟我们说，知道为什么要往前面站了吗？因为站在前面的话，你就在中间；站在中间的话，镜头就是你站在那儿就拍拍合照就会好看。但是确实是我后来发现，就是在中间的话，至少脸是不会变形的。
我觉得我以前就是有几次那个脸我都可以报警了，我觉得我都想去找姐姐，我说能不能管管能不能管管，太可怕了，好烦呀。现在这个微博点个赞它还要有个特效，然后有特效还不能关，我讨厌。我明天要去看两场电影。对，我觉得谁设计的呀？就是你至少就是设计出来，你就是你让它能关掉呀。我就觉得很无语，怎么想，怎么做的？我明天要去看看两个电影，我要去二刷无名，然后陪我妈他们去看那个《满江红》。但是《满江红》就是自从我看了《无名》以后，哎，我就觉得也就那样，就是可能《无名》更能戳到我的点一点。好困，我明天晚上还出去吃饭，我今天晚上出去吃饭，就是我看了《无名》以后，我觉得《满江红》好像就是也没那么好看了。我当时看了《满江红》，我觉得哇可好看了，想再看一遍。然后看了《无名》，哎，就是在我心中，《无名》超越了他。但是也不就是《满江红》，它是好看的，只是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嘛，就是只是在我心中超越了。《熊出没》也好看，那个我倒没看，因为梁。我不能因为剧情吗？我真的很神奇。我前说《满江红》的时候，有人说这个，我就不能因为剧情喜欢吗？我就不能喜欢电影本身吗？我一定要喜欢演员吗？中国科幻怎么说呢？好看，但是就是我这个人没那么爱看科幻，但是我知道科幻它好看。我知道它是好看的，但是我就是这个人没有那么爱看科幻一类的这个题材，就这个是个人喜好的问题。哎呀，这条也好看，这个喜好的问题。但是我就是真的很喜欢就是无名这样的，除了一开始那个就是他那种蒙太奇的那种，就是让我看得昏昏的，我就没有看懂。说实话，我不是很有文化，没有看懂。他做他减肥，那就看他做他减肥，你告诉我干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说白了这个事儿。怎么你想让我也在这做操减肥？不可能。我做操减肥，我也不会直播。我觉得《无名》就是我看到最后吧，就给我的感觉就是也不是感觉吧，就是我到最后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记住，因为好像他确实就是这个电影他不怎么叫名字，我感觉我都不怎么能记住名字，我感觉我都那什么。我看完了，然后他们跟我说谁谁谁叫什么，我说啊他还有名字，所以我决定明天我要再去带着脑子再看一遍。我今天没有带脑子去看，我今天只是单纯的去看，没有带脑子。哎，这个好看，我的黄头发是这样，我就觉得好看。我记住全部细节没有呢，我还没有细细的去看，我明天要认真的去看一遍，主要我也不好说，我剧透也不好。总之就是我后来刷微博，他们跟我说什么细节，然后我就发现我一个都没有看出来，我一个我都没看出来，然后我就搞一套。
我有点想买这一套。为什么呢？我一到北京我就不想这么穿，就是可能犯懒，就没有那么想这么穿，然后也不是很感兴趣看洛丽塔的相关，但是我一回来我就想看，我一回来我就想买，什么原因？好神奇啊！我就是一到过年什么的，我就会很想看，很想买，但是平时就没有那么想。Girl， 他这样圆圆的好好看，好喜欢圆圆的脸。我好吃这种颜呀，好吃这种，好喜欢这种脸，就感觉就是圆圆的，真的很可爱，真的很可爱啊，很可爱。但是我又看人家的金发就很好看，我自己怎么就没那么好看？哎呀，好烦呀！我觉得人家金发可好看了，然后我自己就一般般。哎呦，哎，我知道了，我种草的是，我喜欢的是人，不是发色。我人家要托尼老师，人家戴的是假发，就为什么人家戴假发那么好看？然后我自己真发，然后还没那么好看。我以后我自己也买一堆假发算了。这样的话我就那什么。这样的话啊，这样的话我就什么发色都可以有了啊。这样的话我就什么发色都可以有了。我觉得我以后都不要染了，我去买顶假发，然后想要什么发色我就戴什么颜色，然后一场公演一个发色，然后反正有造型姐姐，然后她一定会给我做的很真的，然后我到时候就是魔法少女，我五颜六色，就是想要什么色就是什么色，我就是马吉克，对。哇，我真的有一个彩虹色的那个假发，我真的有个彩虹假发，但是在家里，主要是你知道吧，就东西能放的东西太少了，那个中心，我实在是没办法把东西带过去，然后就是一些搭配带不过去的话，就会让我失去打扮自己的兴趣，然后最后就是随便穿一套，哎，上班喽。就反正我是会这样，我真的是会这样，就是会让我失去一些打扮自己的兴趣，然后就哎呀随便穿穿就这样吧，哎呀这套也就这么，但是我在家的话我就会认真的给自己搭配一套完美的造型，然后出门美美出门，我就会这样子。但那边就是东西真太少了，就那边可以放的东西太少了，地方又小。我那个架子，我到现在地上还堆了一大堆东西，不是我不想收，是我真的收不起来，不知道收哪儿，你知道吗？收不下，我还得回去，还得收拾收拾。回去还得收拾收拾那个，寄东西回家。我实在是什么都放不下了。哎，我前看到那个电影里面有一只狗顺拐，我现在就是知道吗，我看猫狗走路，我现在第一个反应我就是先看看他们顺不顺拐，我真的很，我今天发现那个电影里面的狗顺拐，然后我那天看一个 cut， 看一个直播的 cut， 然后发现那个就 B 站刷到的 cut， 然后里面那个猫就从后面走过去的时候，那个猫也是顺拐，那个猫也是顺拐的，
那个是我看是那个我那天刷到六六的卡子，然后里面看到应该是步步高，步步高从后面走过去的时候顺拐，我当时特别想去找六六，我说步步高是不是顺拐，后来想想算了，就是真的就是我现在看一只猫第一个反应就是看猫和狗啊，不管什么动物，我看他们第一个反应我说看看它顺不顺拐。就是看顺拐的猫看习惯了，看谁都觉得就是看谁都想先看看它顺不顺拐。我要撑住这个眼睛不然它就掉下去了。我要这样就看起来很有文化。好吧，有点不聪明。好像有点不聪明，对不起，大老爷有点不聪明。这个美颜还掉呢，这个美颜掉就会暴露我胖了的事情。这个美颜要是掉了，就说明就很明显的看到我胖了。哎，你看，我挡住这儿它都能掉，垃圾美颜。我真的，我这几天可享受我的假期了。我今天每天我在享受假期，就是什么都不干，也没有什么都不干嘛。我今天就是吃早点的，吃一半，然后我突然就是那个无名，我看到他有半个小时有一场，我就问我妹，我说走，她说走。直播阳间，我在家不可能阴间的。我跟你说，我家十一点半就睡觉了。我不是我不想阴间啊，是没办法阴间。我妈十一点半准时进来睡觉，然后我就得睡觉了。然后我走看电影，然后她说走，然后我们两个打车冲去电影院。然后。还好，就虽然今天堵了一下，但是毕竟那个地方近嘛，毕竟离得不远，然后打车十分钟也就到了。到了以后我俩冲上去，然后刚好坐了两分，刚好还有十分钟开场，超级牛，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出的门。然后哎，然后到的时候还有十分钟，在家坐起。对，但其实我自己的作息还是不正常的，我还是三四点睡觉，只是说我躺下的时间变早了，只是说我躺下的时间，是十二点，只是说我十二点就躺下了，但是，几点睡就不好说，就不得不就是另一回事儿，哎，我这两天开始往中心买东西了，我算时间，等我回去差不多也能拿到。之后偷偷玩手机，啊？什么玩？啊，对对，之后就偷偷的在被子里面躲被窝玩手机。今天我昨天买的裤子今天就到了，然后他今天早上打电话，我一看北京，我说应该得接，哎，然后果然接起来了，果然快递。我说那能不能给我，对，中心没人，然后门都没开呢还，然后我说能不能给我30号再送过来，他说好，他说可以，但是他只能就是先点确认收货了，我说行，你到时候给我送过来就行，我说没有问题，太快了，就是很突然。我昨天买了一条裙子，就是我都觉得其实我可能不会穿它，因为它是 L 码的，但是我很久以前，好多年前就想买，但是买不到的裙子，因为那个裙子一点都不火，甚至当时都没有人买的那种，所以压根也就收不到闲鱼上。然后我今天搜到了一条，我今天搜到了一个，然后虽然是 L 码。但是我后来想想实在不行拿去给裁缝改一改，
然后我就买了，然后最后我就买了。主要那个裙子就是真的很可爱，我之前真的很喜欢，真的很喜欢，但是收都收不到的那种。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之前那个模特图买拍的太丑了，那个模特图把裙子拍的特别丑，然后就是你知道吗？被一条被模特图耽误了的裙子。然后我昨天就收了一条，主要他当时卖的时候他要300多，但是我100块钱我就买到它了。我说买回来实在不行，如果实在太大太大太大了的话，我就拿去裁缝店改一改。但它真的很好看，很难拒绝，很难拒绝一些个以前的就是怨念，很难拒绝一些怨念。10:30，我不到48我就溜了。我这几天好喜欢看那种有点鬼故事的小说，就是那种知乎那种鬼故事，然后要么就是那种规则类的怪谈，然后要么就是鬼故事。我这两天特别喜欢看，我这两天看的嘎嘎上头。后来不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看了恐怖的东西我压根我都睡不着，但我现在不会了。很神奇，我现在不会。我现在就是看完，然后该干嘛也就还干嘛，就是也还行。可能就是随着年龄的上升，就是开始胆子大起来了。我以前看了那个，我觉都不敢睡。我以前要看这样的东西，就是我从小就很爱看，但是我以前看完的话，我绝对是觉都不敢睡。但是现在我还挺敢睡。对，我在逐渐的什么，就是我长大了，我也变强了。我下次，可是我法令纹很深，我法令纹很重。主要我想起来，就是我可能得服老了，就是我哎有，我开始长皱纹了那种。好吧，我承认了，是我平时没有好好护肤。我承认了，是怪我没有好好护肤。晚上好。怪我没有护肤，我但凡好好的护个肤，也不至于是现在这个样子。怎么了？啊，我白了少年头，你看我满头白发，我就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你知道吧？哎，下班了，晚安，再见，晚安，我白了少年头了，屌，好想去拍1万套洛丽塔。不妨再等一等，呜呼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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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我永远18，对啊，我永远18，我还可以16，我还可以就是，反正我不可能那啥，念错了名字。他说啥呀？他说啥了？他念啥了？我春晚我都没看完，我今天就看了4个小品，就把4个小品看完了，然后别的都没有，就没有看。K 未成年，对，我 K 未，我要不行，不能未成年，我要直播呢，还要直播呢，班还要上呢，不可以。我没看完，不能说没看吧，没看完，还是看了的。我现在19岁，也行，也可以，总比现在好。
我上朝那么久了，我上朝很久了。哎呀，哎呀，那得扣钱吧。谢爱妃的猪，我都快下朝了，你们才来，你们这届的大臣不太行啊，不太行啊，不太行。国王都已经要下朝了，哦，其实我发现了，果然大家还是要11点的时候才会来，-20度。哇，明天好像外面好冷，但是我明天还是要出去看电影，没有什么能阻止我看电影。刚来下场，哎，你们来的晚，哼。看啥？我还看武名，我还要去看武名，我要再去看武名。下周见，下周见呀。现在周四，嗯。被我蛊惑22号，你那么迅速，我这边你知道吗？我这边他一天就排两场，我觉得可好看了。接下朝，怎么过了10点半人就出现了是吗？哎，怎么这也掉漆了？我以为只有上面掉了。几点下朝？本来准备48下来着。风雨无阻看，对，风雨无阻，我每天都要去看电影。一个点前刚看完，哎呀，我真的很想看，但是那不行，我妈睡觉了那个点儿。很平静，你很激动啊。讲讲，我真的，我你知道吗，我就是前半节啊，我看的时候就是没有看太懂，因为就是我比人就是历史学的也不是很好，然后加上了一点蒙太奇，让就是我彻底就是懵了，我就是懵了，然后我看一半，我跟我妹我说其实我有点没看懂，她说我也是，然后这就我看到最后，我俩出电影院，我俩都不想走，你知道吗？我俩坐在那不想走，然后再坐在门口，上头啊，手机了，嗯，对，嗯，那个井，对，他说臭，我还看他们说那个羊其实他们不是特别故意安排的，那个羊其实就是很意外的出现在了那里，就是他们拿那个泥把那个人灌起来的时候。对，就是真的是适合20的电影，所以我明天要去20。那个羊就是他们不是把那个用那个像水泥一样东西把那个人给埋了，然后就是埋完以后他不是有个那个羊叫了一声，他们说那个羊是就是片场莫名其妙出现的。什么电影？无名，公爵死，其实我也没有太研究明白，我刚刚还在找解析看，我还没研究那一段，但是就是你看深海，哎呀，我觉得没有别的意思啊，就是个人个爱嘛，就看了先生开车的人是他安排。我就看到他们说那个就是他们不是就是打就是那个谁那个叶先生和那个他们打架，就是周迅和那个人要就是和梁朝伟，是梁朝伟吧，他们要跑的时候不是王一博他们来打架嘛，就是他们来打嘛，我当时特别奇怪，我说为什么就是非要打那么激烈，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演的差不多也就行了。后来我看他们说其实有四个人在看，就是有四个视角是在，我没有看太懂啊，因为我没有完全没有看到他们说的那个细节啊，他们说有四个人在偷窥，但是我一个都没有看到，他们说有四个人在偷窥就是他们打架，我当时是吧，我也没看到人，我回来以后我看他们说有他们看到了四个人在偷窥，所以他们打那么狠，但是我一个都没有看到，
我明天立志就是至少让我看到一个人。有隐藏情节，我真的我就是我觉得我看得很开心，但是我有点没，就是我觉得我需要二刷这个电影。是我真的一个人都没有看到，我看到他们说有人的时候，我因为我就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要打那么激烈，我真的很奇怪，我就他们就是打的有点太真实了。光看打架，我也是光看打架了，打得好激烈，打得好狠，好惨呀、啊！我的天哪，我看着都痛。然后他们说打那么激烈是因为有人在看。我说他们看到了四个人，我一个都没有看到，我一个都没有看到。我又满脑子打得太狠了，我的天哪！哎，但是好惨呀、啊，我觉得。就是往常来看，我是不是很爱看就是这种比较惨的这种电影的，但是就是确实吸引到我了这个电影。让我今天早上还就是我在跟我的朋友极限 battle， 我朋友他在泰国嘛，他说去看无名，我说我不看，他说去看好看，我说不是很爱这种题材，他说好看快去看，我说。我想看但是又没那么想看，他说快去看真的很好看，我说你看了吗，他说没有，我说那你怎么知道好看，他说你相信我好看，然后我就去看了。我说实话你信吗，我到现在人都没有认清就是他们谁是谁，我只知道这个脸他是谁，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谁是谁。所以我真的很需要再去看一遍。唐部长是大鹏是谁呀、啊？那个唐部长是谁呀、啊？不，我知道哪个人是干什么的，他是谁，但是我不知道是他是干嘛的，我不知道就是他的名字。就这个电影看完吧，我一个人的名字都没有记住，非常贴合他们的无名，非常贴合那个名字。哦，那个表弟，哦，我知道了，那个就他说他什么都知道，然后巴拉巴拉巴，然后让别人知道他知道那个，你妈是为了王一博去看的，但是我本来没觉得很帅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他就是进去就是他不是有一幕是进去关门那一幕。就是他犯贱那一会儿，我觉得突然就 get 到他的那种，就是我突然就 get 到他的点了。他那个，我不知道他是好的坏的，我感觉他就什么都没有干，我觉得他就坐在那聊天。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现在真的满脑子，我是一个软弱的人。这个问题我们先搁置一下，想去看。其实我真的挺好看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票房那么惨烈。它其实是好看的。我之前觉得只用背一遍台词、嗯。啊，确实他只用背一遍，然后说什么我爸给我留了一块地。明天开始上课啊，好吧，真的挺好看的。我和我妹出来以后，我俩上头，我俩。出来以后就开始上头，然后一直上头到了回家，我俩上头，然后过了一会儿，说要不二刷吧，他说走，然后我们就愉快的买了明天的票，我们就愉快的买了明天的那个票，你的头像会出什么？我无语。嗯，我确实，但是我确实是会出手的。我确实是要再看一遍的。我去细细的品鉴一下，我要再去细细的看一遍。我要再去细细的，那希望明天我能看懂这些问题。祝福我，咦，波波。我不知道会不会还是那个厅，我明天晚上还要跟我妈他们一起再去看一遍《满江红》呢。
但其实我现在就是《满江红》已经没那么让我想二刷了，就是看一遍就不想看了。还是那个题不，我这次买的是五六。哎，对，是买的是五六，我没有买三四了，因为今天还没几个人买票，之前是买不到别的座儿，就是之前买三四都是因为只剩这几个好一点的座了。但是今天就还剩挺多的，也没有挺多吧，还是挺多的。真的，哎，对，真的不能截图分析，我真的很需要有个人指给我看哪里有人在偷窥，我真的很想知道。明天都是最后一天假，哦，都要回去上班儿。哎，那我还挺好的，我至少不是最后一天过。我至少现在还，我至少还有几天，但他们都想提前回去，我一点都不想。你不是，我真的是看剧，我看那个《卿卿日常》的时候，他们就跟我说穿帮了，那个弹幕全在说穿帮了，就是他家里人来看他，然后就是。他家里人回同里去，然后要走的那会儿，一直有人说穿帮了。我死活我来回看了十多遍，我没有看出来，我真的没有看出来。我不想和你们见面，我回来和你们见面要四位数的机票。你给我，我不要，我不看，滚啊！我不看，我不要。你别给我找，我不看，我炸豆腐给你们看。我不要。哎，你吃正宗臭豆腐，我吃正宗云南豆腐，我吃正宗的云南炸豆腐。我确实回去要减肥。立志回去就开始减肥，在这儿就不减，享受我的假期。我是一个很多，就是工作和假期非常的分得开的人。爱吃豆腐，谁不爱吃豆腐呢？给我举绿皮火车，那我拿你们举给我的绿皮火车，我去坐飞机，我飞。包浆豆腐，对，包浆豆腐好吃，包浆豆腐配丹山辣椒面也好吃。爱吃谁的豆腐？不告诉你们，铁板豆腐。哎，我们就是有一种豆腐，就是他往那个豆腐里面夹东西。自然的淀粉肠，我那天也吃到了。我那天去带醒醒，就是第一次体检的时候，淀粉肠，可爱啊！吃了炸冻豆腐我没吃过，我只吃过那个煮火锅里那个冻豆腐，会把那个火锅的汤，就如果那个火锅的汤是好吃好喝的话，就是你把那个冻豆腐煮进去，它会吸汤的。但是后来就是。我以前吃的特别香，糖葫芦摊儿，为什么我觉得我之前出去都遇不到？冻豆腐煮火锅，我觉得挺好吃的。我觉得冻豆腐，哦，你说庙会开，那庙会开到什么时候？我还有机会吗？我今天还有摄影问我。30号。麻婆豆腐，外婆，我刚回来，外婆就做了麻婆。我离开这里之前，我还要再吃几次烤鸭。我在北京，我吃片皮烤鸭，我点一个外卖要50块钱，在这里40块钱我可以买一只烤鸭。放鸭结束也，啊，火锅汤，为什么会通风啊？宜良烤鸭很好吃的，宜良烤鸭很出名的，宜良的烤鸭
非常出名，味道一样，不一样吧？宜良是喜欢那种整只吃的那种，感觉北京吃片皮多一点。51份是不一样，对啊，我51份只有半只，只有半只，还就是片了点皮，全是片，不知道啊。看报纸，宜良烤鸭挺出名，你们搜搜宜良烤鸭，跟北京烤鸭都挺出名的，这两个地方的烤鸭，100块钱一整只。我40块钱一整只。宜良还有那种小麻鸭，就是没有肥肉的那种，特别好吃。哎，蘸那个烤鸭酱，他们那个酱调的很好吃。有给你，他就是要现烤出来，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现烤出来。但是如果就是那种不好吃，你得就是真的得人过来吃。查了，是云南本地。对，宜良的烤鸭很好吃的，宜良烤鸭挺出名的。回宜良一定要吃烤鸭。哎，为什么他把我的音乐断？去不去云南？太贵了，最近，而且最近就是我前两天想去出去玩呢，结果那些酒店都很贵。油炸那都不是烤鸭了，什么有机会来宜良吃烤鸭？但是哎呀，我不知道在哪家店，反正我外婆买的可好吃了，也不是每家店都好吃。但是那个学城饭店挺有名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贵不好吃。潮越的小大豆，哦，那我没吃过耶，不是很烤，真的很好吃。我刚回来那天，我外婆买了一只，然后我炫完了，我和我妹俩两人炫完了一只。好闻，这是我的那个大哥 T 恤，我就是大金链子配上，好吧，不是金的，配上我的花衬衫，我现在就去收保护费。你不懂，就是大哥才会有的穿搭，黑色的话不是，是三层，因为就是这种就是毛毛的，然后如果单穿的话，它就背上容易长痘。52，再过会儿吧，那就。然后我就抓了一件 T 恤穿在里面，没点气势。那是因为我不想收。怎么？你们现在给我交？就是因为本来就有，所以才不能让它长了呀。以前每到一冬天，我就直接这么穿，然后就长很多痘。然后后来我知道了，然后我就会穿个 T 恤什么的，把它隔一隔，就好多了，没那么长。你知道为什么长痘吗？因为我青春呀，青春痘。你们不长，你们不青春。青春是我的青春。我试了，我没什么用。我试过了，然后我这两天还在看他那个除螨的，他出了沐浴露。试试，应该是捂出来的，应该是捂出来的，长了三痘了，啊，我真的长过年长痘了，对，我这鼻子这有一颗痘，我这次都不化妆，为什么？因为我这有颗痘特别痛，我鼻子这都是肿的。你写完了？我青春。我脸怎么不长痘？你问线下的人就能看出来我长痘了。拥抱痒痒，对，要痒痒，所以就不化妆。庞痛，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就是活动我的鼻孔，它都是痛的，动一下就痛的。
羡慕羡慕下，你看看你的头像再说话。我真服了这个头像，就是很痛，呼吸不痛，那倒不痛，那倒是不痛，那倒还好，那倒暂时不痛。我这样吧，我播到11:11。你没有名字。我真的无名上头了，救命！脏东西毒死。不知道，就是有些人他就是容易长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那种很容易长痘的体质，有些人他就不长。现在下次线下6月，哎，6月，最爱的张馨予老婆，哈哈，我觉得都好好看。可以，我跟你们说真的，这个裙子我今天本来一眼爱上，结果它捧鬼。我就是每天都在被谢安然吐槽，谢。我每天在被谢安然吐槽，然后吐槽以后，我一去看那个价格，我当时，这个价格是在玩的吗？挺好看这条。但是他居然要卖那么贵。价格主要你知道吗，它长得确实不止这个价，就是如果它，你像如果是古典玩偶的话，就是我觉得哎它确实值这个价，但它就是不管是做工还是长相它都不值这个价，但是它真的很好看。而且就是你买裙子买多了你就能看出来了，就是你就我们不看模特图啊，我们去看它的挂图，然后我们去看，我教你们怎么分析价格，也不用怎么分析吧，就是看多了你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东西它值多少价。它这样一套它这个吊带儿。其实你能看出来的吊带，其实你要说设计吧也没有很多，它有但它没有多，就是这个设计，就是这个吊带吧大概就158左右，它这个单吊带的话差不多了，就如果你非得高一点的话198不能再多了。它这个 SK 也是，短裙也是，让我教你们辨认一下。这个 SKS 它就是，它能贵在哪儿呢？顶多就是渐变，还有这个花儿。我觉得撑死也就200了。所以，这个裙子它除非它降200，不然销量会教他做人。就是我看到一个裙子，我会看一看它值不值这个价格。这个裙子它长得其实就是300多的价格，它长得就是300多的裙子，呵呵，它长得就值300多。如果它是400多的话，我可能会咬咬肉买了。但是如果它要卖600的话，那就不值，我就不会买。然后回去买贵，买回去不知道了，反正就是。我看了一圈，这个裙子大部分都是在骂的，就是说它价格虚高。你好呀，就是你看多了你就能分辨一下它的价格会不会降，它都已经喊出来的价格它应该不会降了，就是你知道吗，它喊出来它在降就是在打脸，而且都已经开卖了的裙子，我还没有，怎么你盼着我上班？反正就是你拿到一条裙子，你就是你脑子里面会对这个裙子有一个大概的价格估算，如果它超过这个价格，就是你还有你最大的容忍度，就想就是太贵了我就不想买。我有好多好多格裙，但是我不太会搭配，然后加上嫌麻烦。
所以就没有穿。我入 JK， 我 JK 我买的不多，我一般就是我入坑的主要是洛丽塔 ，JK 我一般好看买，但是我没有去了解的那种，就 JK 啊，我不了解，不是很不会去了解。对，现在一般常服是一两百。你再看这一条啊，这条就是它看起来吧，好像就是没有那么的怎么说呢，但是你就分辨一下它的店家，如果这家店它一直价格都是这样的话，就差不多，如果价格一直偏高，这家店价格一直偏高的话，这条应该是五六百的程度。然后如果这家价格是比较偏正常的话，那它应该是四百左右，就四百左右这条裙子价格。就是你还是就是看到一条裙子，你也不能完全就是，你还是看那个店平时的价格高不高。想有穿，有啊，男生有 DK 的呀，但是我了解的不多了。买个花架，我买过哈，我还拍过一套照片，但是那个摄影请的不好，就是拍了一套废片。我有一套，给你们看个背影吧，中山装，给你们看个背影，我找找，给你们看个不露脸的。我当时因为我自己也不是很会化妆，然后我那个摄影是我朋友找的，他说他要去上学了，然后说让我跟他拍一套，然后我就拍了，但是那一套拍的实在太丑。那拍的属实是不好看，给你们找个原图吧。因为那套他修的特别丑，然后他给我化的妆也特别丑。所以你得等我找找。就是一套我从来没有拿出来过的照片，不对，等一下，不如自己学习。就是你得找摄影得找好了，反正就是你找不好就翻车，钱也花出去了，车也翻了。哎，有没有？没怎么露脸。就是怎么说呢，拍的就是自己拍的和出去找摄影拍的还是有区别的，就是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就是成员自己拍吧好看，但是能看出来区别。反正就是有买拍过一套这样的，拍过一套这样的，正脸就算了，特别丑。然后后来也没有在，主要这套裙子这套衣服是我朋友当时拉着我，当时是假发，当时是戴的假发，不是染的。我之前只染过那种，这套花了我500块钱，拍着那么垃圾，化妆也化的那么垃圾，我还拍过一套很垃圾的汉服。但是我当时，哎，我给你们看看我当时斜视啊，就是能看出来我斗鸡。找找。咦，等我找一张斗鸡眼啊，不
不好，因为我当时也不是很，就是我当时虽然能自己化妆吧，但是画的不好，画的没有现在好了。然后因为是汉服着装嘛，然后我就不会画。哎，太丑了，又不想给你们看了。你知道我脸上有很大一颗痘，他没给我遮。哇，我当时长了一颗，跟现在一个位。哦，我知道了，我知道这个是什么了。这个是我，哇，这是我多少年前留下的痘印，这都不是痣，这是我两年前的痘印。我一直很神奇，我说我什么时候在这长了痣？哎呀，想起来了。你说说，你说点。我脸上，我就是我是那种疤痕体，我很容易留疤，我很容易留疤。我一直以为是痣，然后我今天看照片，我就是在刚刚看照片，我才发现不是。但斑。没有，我当时因为我之前是个不会护肤的人，算了，给你们看一眼丑陋的女人，真的很丑。我想三二一，哎，反正就是斗鸡的丑陋女人。反正拍完这套照片，我就去做了手术。我去做了斜视手术，太丑了吧？对，是大光明，很丑。这个我觉得就是反向化妆那种。嗯，斜视要做手术的，就是不给你们看脸的看脸。他头发什么的做的挺好的，但是拍就算了，他家拍和妆都一般般，可以调整，不会发，因为很丑。这是我入团前的照片，不会发的，饱满的可能不可能发的，这辈子不可能发的。不行不行，太丑了。也还好，哎呀，不好，哦，我要不明天发一套照片吧，发嘛，我不明天把故宫那套发了吧。本来想今天发的，等我想起来的时候都8点多了晚上。嗯，就没发。故宫好乱啊，就是有很多修出来很多，就是一条微博都发不下的那种。我选一点发。我知道了，那个摄影是拼图发的，我直接把他那个给我发的那个发上去，哦了，全部拼起来了。他给我1234567890，刚好9张，太好了。他给我拼好了耶，他给我拼好了，再把单图发。我先把我把他那个发了吧，明天把他那个发，我的故宫，他感觉就是他那天，他今天来问我什么时候回去来着，我感觉他拍挺好的，看看下一套拍点啥，好吧，也不是我说了算。哎，黑头发确实好看。哇，我们那天喷头发喷了很久，喷这个头发。
喷这个头发喷了好久，然后因为他忘了带喷头发那个东西，然后就用的那个汉服店的，然后那个汉服店那家呢，他就有点水水的那个，感觉像过期了一样，染回去，会染回去的，但是不是现在。我还想再拍次洛丽塔，小棉花确实很好看。主要是我妈一直心心念念让我拍故宫，没有想到就是让我白嫖拍到。我妈念了一年，说你能不能去拍一套故宫的，能不能拍一套故宫的？哎，拍了，而且还不用花钱。你好，还拍的很好看，给她看，我妈看了。我妈看了，我妈就喜欢这样的。我那天火那条抖音，她特别不乐意，就是哎，就是一些老一辈思想嘛。我妈就喜欢，对，她就喜欢老一辈，就喜欢那种清纯一点的那种。你知道这条裙子我是买了好多年的裙子，被我翻出来了。朱红蓉的裙子就是存在于她自己都不知道的角落，我都不知道，忘了我有这么一条裙子。但是今年过年我实在没裙子，被我翻出来了，有点春丽。就是她，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那个发包啊，嗯，我找找，哎，忘了，这不是我的抖音号。就这个发包其实就是这一套上的，其实是这一套的。你看到背后那条裙子了吗？背后这条波点的裙子，哈哈，全世界只有我有，因为是我做的。好无语啊，好无语啊。但是它只是一个第一版的样衣，不是，它只是一个第一版的样衣，它只是一个半成品，它只是一个半成品，挂在后边，它只是一个半成品。我买的不是，是我做的，它只是一个半成品。后来就再也没动过了，再也没有动过了，再也没有去管过它了，再也没有管过它了。有扇子，要扇子干啥？啥呀？我跳过了呀！你这打扰了，打扰了。全球限量这种东西跟我家搭不上边儿。我每天我都在欣赏自己的抖音，你知道吗？我每天在欣赏自己的抖音，每天看一遍。我每天就是睡前我就要看一遍自己的抖音，欣赏一遍自己的美貌。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一套为什么不火呢？为什么呢？我想不明白，我想破脑筋想不明白。现在我是公主了，还有这个，我也死活想不明白。我觉得可好看了，我就死活想不明白，这就是抖音这种流量，你知道吗？我还觉得这个也能火。就是至少他不应该，至少他应该有个5000，我一直是这么觉得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吧？我就不懂了，看心情，他真的看心情，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条，我真的很喜欢这个，
你知道吗？只有这个，放哪哪火，谁发发谁发谁火。只有这一个，在哪哪都火，谁发谁都火。这一条，只有这一个。我发有9.9万赞，是那个是，然后我在小红书也很热的这条，然后那个摄影姐姐发。那个姐姐发，摄影姐姐发也 red， 然后那天那个24就是她截了一个我的这个，她发抖音嘛，发那种安利抖音，然后也有5000赞，就除了这一个，别的都不。确实，我觉得就我本身我也很喜欢这种，就这条在哪儿发都会火，很多人发。可是我真的很喜欢这条，好喜欢呀！我那天特别好看，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自拍就很丑。那你要这样说啊？我当时这个，我当时发那个，是吧？我就觉得我想不明白，我想破头想不明白，我还觉得这个也好好看呢。我觉得这套可好看了。就这一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那个味道。还喜欢这个，哎呀，这个曝光。对呀，按理说一般故宫的。这个是我唯一一次没有自己化妆，还挺好看的。就是我唯一一次自己化妆不好看的，呸，自己化妆好看的。最近虽然有点波折，可是那就是你知道吗？那条我就是虽然我自己觉得好看，但是那条我只是拿来凑数。我真正就是想，我觉得能赞多一点的一条都。没有，还有这条我本来也觉得挺好看，我觉得这条可好看了。好，这多好看呀！真的，真的，抖音我真的不懂，我真的不懂。还有这玩意儿，就是他就算不 red， 他至少不能惨淡成这样。就是这个歌在抖音，他至少不应该惨淡成这样。我从那个脸绿，哎，对。哎，对，真的，就从这个开始。可是我没觉得绿啊，其实我觉得很好看。那姐姐现在都涨价了，她1000块钱好了。可是我找她500块钱，嘿嘿，我找他们5个。这个真的很好看，而且我当天还很肿，我当时还肿肿的那种，我当天还肿肿的出去了，我当时还不知道要消肿。我当时还不知道有消肿这个东西，我不知道人需要消肿，我当时不知道我需要消肿。这套向日葵好看，这套多好看呀！我每天都在研究自己的抖音，我每天都在研究自己的抖音。我觉得这个开头也很好看，你知道吗？这个开头其实是我倒放了一下子，我其实先睁眼了。这套很多是吧？我觉得这套可好看了，你拍的太多。这个是反正我没有花钱，这个是摄影想拍，不是我想拍。这个是摄影。摄影直接来找我拍的，有没有用户画像？不知道，
这就是这是我的小号，这不是我的大号。我现在这也不是我，我现在没登在这个号上。两套，嗯，哎，啊，我是大号挑剩了我才发的小号，没关系，我两边都发。其实，但这真挺好看的，这真的挺好看的。这里是那个，抚仙湖，那张竖板更好看。竖板，我拍的是竖的，不知道为什么倒上来就，哦，你说这几张吗？可能就是每个人审美不一样。我觉得那张好看，我就把那几张放大好了。谢谢小字母的福袋呀。然后结果哎，无所谓，反正都发出来了，至少都发出来了。哎，打了个嗝，让我看看我的这个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发，我的这个手机上，其实基本都发过了。嗯，这样的态度到底能坚持？哎，想缺了颗牙，烦死了！我后来我也看了，我也觉得就是看起来像缺牙吧。然后我看了一眼，哦，放大也好，放大就能看明白，没有缺牙了，没有缺牙，没有缺牙。噔噔噔噔噔，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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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给你们看一眼我妹妹，真的很好看，没缺牙，烦死了，烦死了，我没有缺牙，它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好看，给你们看一眼这张，屌，我们家基因好强大呀，天哪，我们家基因好牛啊！我们家基因好厉害，那个侧颜好看，真的很好看，侧颜应该是真的很好看，真好，我们家基因真好。哎呀，完了，我外婆是不是在外面看看我直播呀？好尴尬呀！怎么办呢？就是确实就是这个基因确实有点好，要双胞胎起飞。哎，算了，家里有一个人在团里就够了，家里有一个人遭受祸祸就够了。哎，我发现我手机里面还有好多，但是我有点被恶心到，我有点不太想发这一套。谢谢小字母的荧光海。哇，他早上化那个妆特别丑，人家给他化的。看吧，再看吧，还有什么才没有发呢？哦，还有一张这个，那天拍生写的那天拍。还有什么呢？我那天就是等到最后消肿了，然后拍的可好看了，然后后来然后我就坦然了，就随意了，就哎，那就没事儿，那就没事儿。
其实我手机上好多东西没发过。嗯，给你们看看小猫咪。官博祝福，对，我今天已经反复看了那个祝福好多遍了，我觉得太好看了，我我觉得我太好看了，我反复看那个祝福，反复看了很久了，我已经看了很多遍了，因为我觉得，哎，怎么会有世界上怎么会有我那么完美的女人呀？嗯，就是确实多多少少有点自恋了，但是确实就是自己就觉得很迷啊，很迷。我是今天已经反复看、反复观看、反复欣赏自己很久了。那你快去看，我已经欣赏自己很久了，我就是反复欣赏。哎，我这个也可以剪点视频发，我不觉得自己，我矮怎么了？我矮的骄傲，我矮的自豪，这个也好看。为什么？那不重要，好看就行了。那重要吗？这啥时候？这去拍那个，上次去拍那个女仆装，拍那一套的时候。拍这套的时候，这套我觉得至少流量不应该太低，但是好像也不是很热的，我印象中。哪有高跟萌妹，我喜欢，那腿胖长，天哪，谁能不喜欢？我反正很喜欢。中分的时候每次拍吗？中分，你说中分的时候，我想起来，中分一般是在公演的时候很少自拍。哎，眼镜，中分的时候倒是好像，你这么一说哈，好像确实哈。耶，真没有啊。哦，有一个这个，勉强中分吧，分浅分一下，浅浅的分一下。哇，我居然还有这个，我还有这个，我不知道啊，我今天瘦脸识别的照片，我今天我没关系，刚好原相机给我美美颜，我今天，我现在要是不翻的话，我也不知道啊，我现在不翻，我也不知道我还有这些，我真不知道啊。我怎么那么多，我怎么手上还好像还挺多自拍站着，我真忘了，真的今天要不是直播这会儿翻起来，我都那什么，我都想不起来，谢谢小字母的荧光海呀。图犬，那不会，我还有什么图呀？好像差不多了，其实其他都不好看。我还有墩墩男明星睡着艳照。哎，
毛确实，你看，我相册里面全是毛。哦，还有帮李思奥录的那个练习室，还有我自己的练习室，这套发过了，这套拍了好多，但是我只发了几张，嘿嘿。哦，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个好。哦，哎，还有这个，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哎。Magic 发相册，我不，好像再多的确实没有了，好像这会儿哦还有，哦发过了，没了，这回真没了，嗯，确实没了，嗯，这回没了，那个点脚视频。谢小字母的蹦迪呀、啊！哎，是不是？对，荧光海蹦迪，谢谢你的荧光海蹦迪套餐，祝你今年财神进家，有点白雪公主。哇，我去看了一条裙子，那条裙子它就是单买裙子的话600块钱，其实我觉得对于那条裙子来说的话，它其实挺值的，它的长相的话，但是我没有买呢，我没有买，我还在犹豫。他明天对，明天后天8点好像就截止了，我还在犹豫。那条主要是我觉得就是穿的不多，对，我就在想，就是可能适合租多一点，这那条的话。哎，这条就是就算它没有脱尾的，我觉得也适合足多一点。谢烤冷面的蹦迪啊，祝你吃烤冷面。就是但是租的话，我在闲鱼上看还挺贵的，200多一天，就很纠结，很纠结呀。看这条是白雪童谣，但确实他这个长相就是那个价格倒是挺划算，但是有点感觉不太常穿得到，自己开展我就觉得可以，我自己开展出租业务，他真的很精致，这个裙子长的，哎，这个瘦脸居然用到了裙子上，就是难得一条让我惊艳到了的裙子，但是他确实是不太常穿得到，对，就很喜欢。然后它后面还有个这种 big 蝴蝶结。至于下面这个衬裙，我是觉得有点多余。像我觉得它这个下面这个衬裙，你知道像什么吗？像那种那种婚宴上的那种酒桌。谢谢小字母的炮竹呀，就是很好看。反正我一定会拿来拍一套照片的，这个裙子一定要拿来拍拍白雪公主，不然我心头难安，拍写真一次，对，就只能这样了，就是拍写真一次，握手穿一次。可是如果我花，你说我花200多租他一次，然后加上运费，他260，加上来回运费，其实也小300了。就是再加一点钱，这裙子就是我的了。我就觉得没有必要花260租一次，所以你知道我纠结的点就在于这儿。再纠结这些，反正后天才截止。反正后天才截止。哎，你们说如果我要集赞的话，我发到小号。你们说能帮我集满48个赞吗？
住两天，钱一样。对，而且就是你看我租两天，朋友圈不是，它是微博小号，我可以在小号发，在大号的话那就更容易了，但是不太好。小号，微博小号呀。我在房间，我说去给我小号点个赞，求求你们了。哎，我吃两颗豆叶儿，我真的觉得它是痣，一直觉得它是痣。等我决定要买了的话，我在房间说，我说你们去小号给我点个赞，求求你们了，拜托拜托。我真的，我把它当痣遮了很久。多点痣好，那多点痣好看，那是点在这儿，点在这儿，点在这儿好看，那也不能点在这儿，那点在这儿啥也不是，还有点不好看。谢谢小字母的金元宝呀，就是有点不好看。那点痣也是讲究位置的好吧，也不能乱点。没关系，我告诉你。问卷作业很快完成。纯黑的痣，哎，对，好烦。我你知道吗？这两颗就是遮呢，它又不能完全遮住；不遮呢，它又不好看。我到今天我才知道它原来是个痘，之前是一颗痘，我都给忘了。我觉得双眼皮没有开播的时候深了。这是边直播边消肿。我喜欢在这点，因为现在喜欢在这边。这下你这还可以遮一切，你什么遮瑕？我不信。不信。我一开始我刚来的时候就大家都在给我推荐遮瑕。歌曲哦，我知道了，那个谁有，但是那玩意儿得捂一捂才能用。主要是我不太会调色。哎，然后还有点贵，但是那个东西吧，确实是你买一盘儿，我觉得能用一辈子。那个遮瑕。不是，对，那个有点干吧，然后就是得那什么，怎么说呢？他得坐屁股下面捂热了再用，就是得屁股坐热了才能用。我最近 CCD 好火呀。我到处刷我都能刷到 CCD。你知道我这两天我都想在我的抖音留我的小号的名字，我想看看，就是如果那什么，如果我那什么，如果我想看看那个抖音就是能转化成微博粉丝的量是多少。但是我后来想一下，算了，怕被骂，然后我就还是加上了我的大号。谢谢小字母的福袋呀。超发了个讯息，怎么你们把我设了特别关心，给我设了特别关心，我一发呀我就知道，不好意思，商业合作，那不可以哦，那个倒是不可以，那个不行哦，不行哦，那个不可以哦。这一直很矛盾啊！我有个互关的博主，是我先关注人家，然后人家回关我了。但是就是他给我发东西，我能回吗？他给我评论，我能回吗？我就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未公开，公开小号挺多。
也没事，北巴管的比较严，也算是。就姐姐跟我说，就是你不能保证他是不是粉丝这件事情，但是就是很尴尬，你知道吗？他每次跟我评论，但是回也不是，不回也不是，然后我只能尴尬的点个赞。就是表达，就是我看到他了，我知道他。主要是这事儿吧，是我先关注人家。这事儿吧，是我先关注人家，就很尴尬。博主人家评论，哦，我就很尴尬这个事儿。然后我有时候我就点个赞，表示我看到了。有机会能合作，主要是我先关注了人家，这是比较尴尬的点。哎呀，我真的满世界关注美女，救命！我真的满世界关注美女，就是我觉得好看我就会关注，然后我的关注全是好看的人。这个事儿我之前问了一下姐姐，她说，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是互关的话，本来是可以的，但是问题就是你怕他是粉丝，如果不是粉丝就没事儿，但如果他是粉丝的话就有问题了。所以后来我就保险起见，我还是没有回。就是对我，但是我就谨慎，我谨慎一点。后来我就有点不太敢，就是一般我现在都是关注那种人家一定是不会 care 我的那种。对，我觉得这样的几率很小，但是他说就是你不能保证他万一他是合粉呢。我说好吧，但是我感觉他一看就不是，他只是知道而已。但是我还是保险起见没有回，我保险起见我还是没有回他。对，我觉得那种不算，就像我觉得我之前其实我也只是知道，然后知道而已。这种的话，其实我感觉就是只要混洛丽塔呀、JK 啊，就是这一类的，他多多少少他会知道一点点。嗯，我后天要回昆明。哎呀，我的好日子要结束了。哎，嗯，对，当时就。知道吗？我们当时面试那一场，就是姐姐说问了一圈，就是有喜欢的成员吗？一问全是6677，随便一问6677，随便一问6677，内推。他只要不是那种粉丝，他就是只是普通的喜欢的话，就无所谓，都是对对。就是姐姐说当时就是一问全是6677粉丝，很惭愧，我当时也是惭愧，我当时是其中一个，我也是其中一个，嘿嘿。我当时他问我喜欢谁，我说喜欢6677，我也是其中一员，嘿嘿。但是确实就是我感觉北巴的小偶像还就很多都是那个线下看，你会就是更那什么一点，确实。嗯，欣然他不是合的呀，欣然不是合的呀。哎，我还中奖中过一个欣然的首幅。哎，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我中奖中过他的一个首幅。干什么？哎，我刚想说啥？哦，那什么，对，我当时，
我现在我当时还中过谢安然的1块钱，然后中过他在创造营的时候中过他的一个手幅。就是我之前就是疯狂转发抽奖中过一次，我都忘了我还中过这个奖。我上过啊，我看到过他的那个狼字，就是偷钱。他上过，你以为他是？哎，我当时也是，我当时是，我当时不太懂，但是我看到他上了广巴的公演，我大喊算了，就是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吧。你就是，还是顺其自然一点。哎，选秀，对，真的能认识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人，就是哪怕你最后就是比较的，就是一轮游啊什么的，那至少你也是认识大家的，不亏，不亏，认识大家了，至少还好。我当时面试就是加了很多人，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当时想着至少我加了美女的微信不亏。所以后来就是你看就是其实挺多人都是那时候认识的，就是你们有时候哎你怎么跟他认识，其实就是像什么徐亚兰呀林依稀呀都是就是。就是这样认识的，都是招募的时候认识的，都是彼此人脉。对，就是你当时大家都只是想进团而已，然后哎，现在就大家确实也都进来了，逃过了熬夜，感谢北巴，感谢北巴。谢谢北爸把我招进来，北爸是我家，我们都爱他，对，直接正式成员，挺好的。而且北爸的话就是，当时人特别少，就是新人嘛，好出头一点，比较现实，皇家微信。那不一定，因为我比较社恐，天选之，别骂我，我不是，别骂，少骂，我不是，确实是这个，对，会变成，那不会的，我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是有一点点，我是尊重，但是我自己不会那种。到点了，我要走了。我妈要睡觉了。不会的，我坚守我自己。那我说不去，不可能。谢谢女王的爬，谢停摆的爬。给你们看波波吧，最后谢大西的爬，波波。谢虚情假意的爬。哎，走了。咦？溜了。真11:48了，拜拜拜拜，晚安。